長壽秘訣下卷，咁咧呢本書嘅作者咧，除咗訪問咗沖繩島之外咧，咁咧就有研究過，我唔知佢有冇去啊？研究過咧加斯達尼加嘅尼科亞半島、希臘啊、伊卡利半島同埋加利福尼亞州嘅羅馬林達市。即係歸納到呢扎咁嘅長壽嘅人咧，個秘訣就係點咧？清淡飲食、恆常運動、良好人際關係。誒，縮埋佢啊！讀多一次：清淡飲食、恆常運動、良好人際關係，即係唔好成日咁容易發脾氣啊、小氣啊。咁啊，實係短命啊！你自己激都激緊死自己啦、啊。